他们呢都是可爱的原物雷藏寺，他们呢特别到这边来送机啊，因为师尊即将要坐飞机，是要坐飞机要再到巨港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等候，好，等候师尊要上飞机。那师尊上飞机了，我们再上飞机，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些可爱的同门啊，他们在这个门口呢排成一个欢送的走道。好，小编再带大家来看吧，这个很酷吧，哦，我们就是要坐这一台飞机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专机啊，这一次跟着师尊弘法的专机。小编带大家来看这么样的啊现场，你是不是觉得也跟我们在卢布林高这边呢要搭飞机的感觉？好，师尊出来了。师尊非常的辛苦啊，那终于完成了卢布林高的这个弘法的任务，帮圆悟雷藏寺做了开光，而且有精彩的开示。那么现在呢，下午时间呢，我们即将要搭乘这个专机呢，再前往巨港。那到巨港的时间呢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。所以也是因为师尊的关系，我们有这样子特别的专机的礼遇，而且你看航空公司呢也特别又摆了这个布条哈，感谢师尊这么样的尊贵的身份呢，能够再一次的搭乘这个航班与佛同行。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在演电影一样？出任务的感觉有没有？再拍一次照啊，不会吗？哦，是他们希望，对不对？好慈悲哦，师尊，又跟他们拍一张照。同行的人啊，所有同行的人一起乘坐飞机。哇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！我们即将要去巨港啊，与佛同行，阿底峡这个特别的专机啊，开心吧？哇塞！哇耶！一切顺利吉祥，感谢师尊。好，师尊要上飞机喽！这小编今天有尽到责任哈。
种时刻蛮八卦的。好好好，来看来看来看，全部都从这个口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平等的，只是我们没有人会在下面拍，我们在那边挥手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再环视一下周围。所以我要去搭飞机了，你看这边的布条。所以小编要去登飞机啦，太酷了太酷了，就是好像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的这一片土地的这个航道，就好像是极乐世界一样。好，那我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，待会儿见，现在不用唱的，好吗？因为我要把我自己的背包抓好，然后看我到底座位是在哪里。飞机很小，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再提供给大家看镜头。OK， 好，待会儿见。